并不是短了以后我上右脚，这样是一个错误的环节。上，走，走，上外。首先来说，如果你掉位了，短的球，我们首先来说要学会身体去赢球，啊，不是手去。光是手去的话会掉位，你身体上不去，够不住的。左脚先去踩住这个点上位，右脚发力，右脚加腰，加右边的腰胯啊，带动手去上前找这个位，然后左脚去踩住点啊。比如说球在这里，那么我上位的时候，我的右脚蹬地了以后，身体迎前的时候，左脚去踩这个点。啊，我们的整个发力轨迹是从右边传递蹬住，传递到左边，走上去了，走，走上去了，身体上来以后，手上就控制好，摩擦好这个感觉，然后注意左脚再起一个，交替给右脚再继续还原打下面的球，上，对，身体去找，转上去，身体赢球。走，最后的时候你的身体版型登上去以后，要像附住一面镜子一样照着台面过去，你照住以后，你的稳定性，你的控制性，你的命中率就会越高。大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，谢谢大家。